为什么地图 5.56 步枪只加强了 M416？ 之前所有地图 5.56 步枪的伤害都是40点，后来的一次调整中 M416 被加强了2点伤害，变成了42点。为什么偏偏 M416 被加强了呢？原因有三个，做法太高明。一，玩家最爱 M416。M416 从和平精英上线至今，一直都是最受喜欢的 5.56 步枪，即使是空投 AUG 很强势的时候，都没有阻挡玩家对 M416 的喜欢。因为 M416 各方面的属性都很强，除了秒伤不太高，几乎没有缺点，玩家都喜欢它，在低谷时都不曾放弃它。一旦加强，玩家肯定只有欢喜，所以加强 M416 并不奇怪。二，曾多次被削。M416 曾经的属性是非常强势的，尤其是后坐力属性，先慢慢满配之后确实后坐力很低，但裸枪状态下稳定性还是差一些的。在曾经裸枪状态下后坐力都比较低，满配后坐力就更低了，就是因为 M416 被多次削弱了，所以回调某些属性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三，心理认同 M416 应该强势。 M416 在以前就处于强势的地位，只不过后来随着削弱和新枪的上线才一点点人气下滑的，但玩家心里还是认同 M416 的地位的，所以他再次强势玩家觉得很正常，完全可以进行加强。